牛肉要标示了产地，现在连鸡肉都要跟进。消保官主动出击，到店家进行宣导。这是米粉还是冬粉？冬粉。夹起肉就往锅里涮，沾点酱料送进嘴里，美味可口。只是平常爱吃鸡肉的消费者，现在都改点猪肉或海鲜。之前平均两天都会吃一次鸡肉，去买那个鸡排，他现在就是新闻报，现在都不敢吃。民众吃的心嘎嘎，为了让消费者吃得安心，消保官主动出击，寻找店家比照牛肉需要清楚标示鸡肉产地来源，直接有一个 CS 标章，其实上面相关的资讯都很清楚，把这东西贴出来，其实应该消费者在这个地方看到就应该很了解。贴出标有机场地址的合格证书，大门口菜单店家主动告知，也都是宣导重点。那如果说是要在这个桌垫上面或 menu 上面的话，就是说会有时效性的问题，客人他询问的话，那我们就会告知。执行上有点困难，但为了生意，店家也只好乖乖配合。消保官表示，如果有店家不执行，未来更不排除直接公布店家资讯。除了餐厅，大卖场不想被美牛受精牵连之后，鸡肉也受影响。在禽流感疫情一爆发，就立刻贴出 CAS 认证标章，也马上张贴印有鸡肉产地来源的合格证书，就是希望可以降低疫情对买气的冲击，让民众买得安心，吃得健康。中天新闻陈建安、陈旭，新北市报道。